在还演小品吗？玉梅，演。那我们今天很期待在现场再看一下您的表演，好吗？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好。那接下来呢，我都给大家呀模仿我师傅的一段那个报菜名儿，中不？中。那我唱了啊，我唱了。好。我还说唱，奏唱。我做的是棒肚炒肉溜鱼片，棒肚炒肉。醋溜腰子炸排骨，葱花煸蛋那白灵油，还这半肚滋味足，四两四那个八碟菜，白菜捞鸡肉啊，烫一壶。赵四方，你看一看，你尝一尝，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好，好。太香了，谢谢谢谢。这个一举一动，然后举手之刻里，让我们再次回忆赵老师，回忆他在生活当中和舞台上的点点滴滴，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忘。几位还有什么话想在此时此刻对远在天堂的赵老师说吗？不知为什么总是让人想想你师父。感谢各位观众啊，还在这么的追求啊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文化人啊，非常感谢啊，感谢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曾经遇到过赵老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屏幕上他曾经带给我们那么多欢笑，虽然今天他离我们很远，但是我想看到这些作品，看到曾经的那些笑声，依然会让我们永久地怀念他。把我们节目组辽宁卫视有请主角所有观众的祝福带给远在天上的赵老师，希望你永远欢笑，交给大哥好吗？